啊，即係定期嘅抽查。如果係有抽查，市民會更加放心。咁啊，政府唔肯幫佢驗血，但係其實佢入夥嘅時候咧係低過六歲嘅，應該係去到佢入夥嘅時候係低過六歲咧，都應該幫佢哋驗血。水費豁免水費，豁免租金，豁免租金，擴大驗血範圍，豁免鉛水村水費，豁免鉛水村租金，豁免鉛水村租金。